2022年春季凯尔大门的决赛，冠军哥跟1052的对比，这是1052名啊，飞行，刚起步瞬间1052在这嘎达拐了个小弯，然后冠军哥是直接奔家的方向啊，唐山，看看他的飞行速度啊，飞行分数米，冠军哥飞行分数是1260，这个是1052，这只鸽子飞行分数是1100米，好像是他俩现在是脚前脚后没差多远啊。这1052这鸽飞挺猛，线路吧也是一条线挺直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拐弯。然后这冠军哥是奔山边来了，这奔北镇这边来了。这个1052看看他这是奔哪儿去了，干啥你也去遮阴凉去了，那嘎达比较凉快，这还有山，他就看着这还有山了啊，铁子们看着吗，这还有山，他就感觉这地方凉快，都想上这嘎达凉快凉快的。但你这不对呀，你不能都跑这凉快啊，你都跑这凉快那不就出问题了吗，是不是啊，拐了一个大弯子，结果就这么的这嘎扑棱着呢啊。扑棱着，然后直接顺山边走的，他俩现在还没差太远啊、哦，没差太远。你看他还在一个小山包上走呢，这马上前面就去到葫芦岛了。他现在也不差啥呀，这鸽子飞的也不错啊。他在哪嘎达1052失败了呢？失败在什么地方了呢？得看，所以说老铁们你得看看这东西，你才能知道失败在哪儿了，是不是？那阎龙丸现在的速度还可以的，现在还进山了，还在山边上呢。这鸽子是现在在那个走廊，辽西走廊的开始刷刷的走平原呢。这鸽子是顺山包，就是夸夸夸上下的，他想睡觉是不可能了，因为山上一般我是睡不着。来吧，赶紧冲吧冲吧，现在已经到了水中。你这现在越飞越远了，现在越飞越远了。你看在这儿，他在这个1052，他在水中那个位置停下了，休息了。这只鸽累了，睡了一觉。这只鸽现在困了，现在呢是中午10点多钟，他就开始睡觉。这啥玩意儿？你忒懒了啊！你看冠军哥，夸夸往前走，你在家睡觉，你不扯淡呢吗？还睡呢？来来来，你给我起来。你再不起来，冠军哥要到家了。操、啊，这不行，这哥太懒了。你是男的，是女的？你是男的，是女的？这不扯淡呢吗？男孩啊啊！太懒了，这哥太懒了，真不行。这大中午的呀，睡上觉了，不动的呢。这人冠军的，这都夸夸奔家去了。冠军哥都歇休息，男孩看着没？冠军哥也是这奔家去，这哥好像在家住了一宿，是不是？当天没回去吧？你看冠军哥直接就在这儿回家了。这哥这当天好像是那说当天天气不好飞，春天那些当天没回去多少鸽子，那没有办法，这鸽子他就这样了。大家呢，看冠军马上到家了，在这儿还晃荡晃荡的。转一圈，在家转一圈，这只鸽还没动呢。我往前快进一下看看，这鸽啥时候走的？在这儿住了，你看住一宿嘛，这一瞅这时间点，住一宿，这是第二天早上走的，看这样啊，在这儿呢，住一宿，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，咔咔奔家的方向，看着天都凉快了。哎呀，说那嘎太热了，这现在已经反应过末了，这开始往家走了。这啥玩意儿的鸽子啊，瞅也不瞅也。没有办法吧。这就是他。才想起来回家。住一宿的那嘎达肯定是住旅店了，那嘎达有人你知道吧，阿明。那嘎达有人。有人陪他，要他不能。就是这么回事，然后到家了。